你怎么了？这酒有些冷了，臣再去热一下。大将军，是不是陛下赐下的御酒？ 不是，这是臣的疏忽，连曹休都想杀我，这次回京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 微臣王姬叩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平身，谢陛下。王姬，你既然带回了人证，现在何处啊？人在外面候旨。带上来。诺，带人。 欺逼帝之人，叫我如何攻击？骂得好！陛下，这种疯女子说的话，怎么能相信呢？陛下应该立即下旨，将她凌迟处死。 哎，若不是听他这么一说，朕怎知他曹子建对朕的怨恨有多深，对朕的怨言有多少？留下他，也好堵那曹子建之口。这是袁斌一个人的想法，跟三公子无关，你不要刁难他。压下去。 压下去，王姬，陛下，你先退下，朕自有封赏。谢陛下。 你如今应该明白，这壶确实有伤人之意了吧？哼！曹子建呐，曹子建，并非朕不念兄弟手足之情。 待你回京之后，朕就要把你斩立决。皇后，臣妾在。这件事情由你负责，后宫之中不得传扬，尤其。 不能让母后知道。臣妾
尊旨。启禀陛下，消息传回，大将军及侯爷已经入城了。好，立刻传朕旨意，召集文武百官，立刻上殿。朕要在大殿之上，好好看看他。曹子建，遵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位爱卿，平身。谢万岁。启奏陛下，已将安乡侯爷带回。很好，宣他觐见。宣安乡侯爷觐见。罪臣曹植叩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曹子建，你竟然手捧官服素服上殿，看来你知自己犯下滔天大错。来人，去官服，去侯官，立斩，不赦。下决意来处死，匆匆忙赶往宾高太后旨。太后旨，启禀陛下，安乡侯一路回来未有过错，请陛下开恩。你说他没有过错，想必子建的心里也不服。来人呐，带人证。都是我害了你，都是我的错。陛下，有任何过错，罪臣愿承担，请陛下念在元兵无知，放他一条生路。哼，曹子建，如今你连自身都难保了，怎么还想保别人？来人呐！把人证给我押下去。三公子，
下，求陛下念在先王的份上，饶恕三公子。求陛下饶恕三公子。臣启奏陛下，念在先王的份上。况且陛下跟前只剩安乡侯一个弟弟，所以安乡侯即使犯下天大的错，也该宽恕啊。贾大人，天大的错是为何错呀？啊，这难道安乡侯心存意志意谋反，这是小错吗？谋反？启禀陛下，安乡侯天性仁孝，绝不敢有谋反之心。陛下明鉴，求陛下开恩。难道是我冤枉他不成？臣不敢。臣等求陛下开恩。起来。谢陛下。你起来。谢陛下。内侍把我桌子上的画拿来。遵旨。人人都说你才思敏捷，文采风流，更胜建安七子。今天你能不能活命，就看你自己的本才了。把画打开。今天我要好好的考一考才高八斗的曹子建。以此画为题，诗中不须有二牛斗墙下，一牛坠死井之字样。待我数走七步之后，立即成诗。臣遵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。温柔起刀心，头上戴傲骨，山下虚气向唐突，二弟不惧刚，一饶我屠哭。
怪不得父王一直赞扬你，真是才思敏捷。不过七步成诗，朕有以为迟。以你的才华，应该可以闻声立刻成诗。不好，不要！谨遵陛下之命。好，子建，你我是亲兄弟，我要你以兄弟为师，诗中同样不许有兄弟二字，立刻吟来说。诸董齐作歌。我来就是，我来看你，看你如何逼死你的亲弟弟。求死。
娘。母后，儿臣之事是什么？是我这个做娘的无能管教我的孩儿，是你爹死得太早。没有办法看到这场兄弟第四
娘舍不得你，我陪你，娘一同陪你赴阴司吧。娘，不要！娘，母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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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儿子，我只是要试试三弟的文采，未有杀他之意。我调三弟回来，是要他陪在您的身边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好，君无戏言。君无戏言。子建，赶快叩谢陛下，赶快谢陛下隆恩。谢陛下隆恩。罪臣只求降为庶民，四海遨游。子建，你疯了吗？求陛下成全。你先起来。子建，为兄答应你便是。谢陛下。子建，子建，既然你自愿为布衣，那为兄成全你。临行前也准许你去祭拜先帝仁成王。和正妃娘娘。谢陛下。文烈，皇上在。父王是不是真的有旨要传位给子建？直言无妨。不瞒陛下，臣也是想告知陛下此事，以免陛下冤枉了安乡侯。这么说，当年许褚将军跟二弟所言是真的了？陛下，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。你看，父王守御在此，父王命我带兵十万前来辅助你，四位魏王。既是魏王旨意要立三公子为世子，我许褚必当鼎力相助。是啊，三公子，我等愿辅佐三公子四位魏王。我等愿辅佐三公子。
我求你成全，二哥，所以，臣以为安乡侯绝对不会对陛下有二心。子建，你果然是仁义。都怪愚兄太多疑了，当初还是我跟你说袁尚的那句亲人不睦家必败，没想到真正维护亲人和睦的却是你呀。惭愧呀，惭愧呀！陛下，错不怪您，你若怪就怪我吧。都因文烈从小与陛下一起长大，所以心中对陛下有所偏袒，就把这件事情一直隐瞒了下来。起来吧，参见陛下。曹真，此事你也知情？臣斗胆请陛下宽恕安乡侯。曹真，你也是跟朕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一向知虑深奥，公以奉上。此事你要实话实说。陛下，臣不相信安乡侯有反意，所以前去找那王姬询问，没想到在我逼问之下，他因害怕说出了实情。什么实情？他承认是他为了讨好皇后娘娘，故意歪曲事实，捏造谎言，嫁祸给安乡侯的。哼，你所谓的逼问，不会是屈打成招吧？臣不敢，请陛下明鉴。起来吧。还请陛下明鉴，勿要听信小人谗言，冤枉了安乡侯。起来。陛下。文烈，还是你跟他说吧。子丹，陛下根本就没有治安乡侯的罪，现在安乡侯正在灵堂祭拜先皇、仁成王及珍妃娘娘。姐，蜜
姐，三公子，蜜姐，见蜜姐，蜜姐，you